真的有很多的打戏。对于我来说，真的其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。我说文章去做，很多人怀疑行，有包括文章自己，我们拍头一场的时候，他自己都怀疑自己。Action。尝试过这样大规模的打戏，拍的时候很累。记不住动作，戏不是那么好玩。没有，我其实现在其实最难受的是哪个呢？嗯，第一下打完了，嗯，最难受就是这个，嗯，再转身这个，嗯，然后再往上，啊，就只要就把这个。过不了这一下，不顺。对，我在文章身上下了很多的功夫。来吧，来吧，急死我了！叫他拍手一下，有点力，丢，啪，这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吧。现在的几个版本？贴几个？叫苦连天，也有很多的牢骚抱怨。不行，我们就过，最后就来了，最后。你再来一个，你的话我以后要再信。不是，我们是出于好意。啊，我是中央戏剧学院，不是什刹海体校的。啥意思？你老爸是什刹海体校，我必须把你中戏的拍成什刹海。你看他们在收理我们的那个镯子，我们就最后一个了，他们在赶紧收。踢完就没有了。好，天哪！但是你出来看到它呈现出来的东西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哎，是值得的。比我想象中好很多，因为它其实有挺灵活的，我觉得它有动作的潜力在。我一个不会打的一个人，能打成这样已经不错了。再一个就是说，能让老百姓看到一个能打成这样的文章。这个可能是对我在这部戏可能收获最大的一件事。